我们常在大街上看到爬着前行的乞丐，不否认，的确不少人确实身体残疾，需要帮助。然而也有人利用人的同情心，本来健健康康的，却打扮成残疾人，让人不可思议。比如图中这位，看着好可怜，真想上去帮助他，哪怕只是给一块钱。然而你不知道，他会嫌弃一块钱太少，